如何在适用于 iOS 或 macOS 设备的 HP Smart 应用程序中编辑和打印照片。在 iOS 版本15或更新版本的 iPhone 或 iPad 或 macOS 版本11或更新版本的 Mac 计算机上，使用免费的 HP Smart 打印应用程序编辑和打印照片。从 App Store 获取 HP Smart， 在应用程序中选择打印照片磁贴，允许访问您的照片，然后选择您的图片，使用 Dynamic Studio 编辑或调整图像，选择您的打印机并使用页面尺寸，更改纸张尺寸、类型和方向，使用布局以适合填充、旋转、提供边框和翻转图像。点击一次可调整大小，双击可裁剪，选择预览查看打印设置，例如份数和颜色，选择打印您的照片。